看本期抽卡视频之前呢，一定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，因为内容极其辣眼啊！刘乔言开始了，你开始了啊！这次谁输了就是大的了啊！女装已经备好，看我的。哦，勾黑，勾黑啊！这次啊，100抽谁抽不成？女装化妆，这肯定是就是你上了，我用不着穿了就。是吗？我不那么认为呀、啊！啊，我认为这次我会赢的。你就看你团干子，好好来，输了。够不够啊？别不够啊！74+16=100，冲个98，冲个98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等 BGM， 第一个新的风暴已经出现。一片没有啊！来人啊！来！来啊！我操！30抽等于零。啊，4票，再来4票，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马哥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再来一个4票，我不要歹徒了，我再来一个4票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改一下运，玄学一手，花点钱。来一瓶儿，雷霆首富啊！我18片啊！我是18片吧？我雷霆首富，我18片，100抽没问题啊！行，我穿还不行吗？但是，咱们也让他一块穿上不行吗？我穿，我答应你们，这个我穿了。行吧，然后我让他也一块穿了，大家不都有的看了吗？行不行？行吧 ，OK， 咱就这么说，一致对外。15，哦，15，自闭了，自那穿上的人呢？答应了家人们的事儿，咱就，那你就涂个口红就行，涂个口红，涂个腮红。东西啊，立了。那我们出门勾搭一个小哥哥，根本立不起来。干杯！我还有哥大姨妈，老爷，我还有。我行了，我穿着他妈。我还有哥大姨妈。跟你说个事儿，
就是其实我抽的比你少，我领了4瓶。